播了，那么早，晚安大家。Hello， 来看火鸡汤台的各位，但是有点烫，好可怕哦。我们今天很多题耶，等一下吹个电风扇。丑说他今天想要看企鹅的时候，企鹅宣传片的妈妈的发型，重点是那个妈妈的发型用出来有点太随性了，就是他其实是夹一个鲨鱼夹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家里会有鲨鱼夹吗？你们的妈妈会夹鲨鱼夹吗？他是夹一个鲨鱼夹在上面，就是一个很居家的造型。冰袋有用吗？在用了。晚安大家。青蛙也会，你们都同居了，该求了吧。我们今天很多题耶，我们今天有20题，很多耶，开心。哎呦，没灯了，突然变得很暗淡。赶快来进行我们的，我们要开始了。那我们开始。一个字汤，两个字汤汤，三个字形容我可爱。一乘一大一能打针，一家解火汤。来自嘉义的我，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我先看一下，这我觉得这次大家的问题也是蛮沉重的。谢谢码头的掌声鼓励，跟红花饼，跟老虾掌声鼓励，跟米松松掌声鼓励，跟两瓜掌声鼓励。那我们就开始咯，我们先来源比较简单的。哪里有比较简单的？哦。大家今天有看到我有宣传这个，这就是我的累，不是累赘，只是很多东西而已。大家今天有看到我有业配这个 ，Omoi 很重是 Omoi， 这个吊带，然后就有人问说，他的手机没有掉吊带的习惯，然后辨识，这叫什么辨识牌？也没有掉的习惯，那想请问这个还可以掉在哪里呢？其实呢，我们官方主打这个是非常多功能的吊饰，想挂在哪里都可以。像我们官方最主打的就是可以把它吊在我们的应援灯，不是荧光棒，应援灯，应援荧光棒，应援荧光棒。我没有什么体重。晚上好。应援荧光棒可以把它挂在应援荧光棒上面，它就是一个很多功能的。那就甩荧光棒就这样，哎哎哎，然后就这样子。有没有？怕掉就买两个。对，可以买两组，因为不是是要一次买四个的吧？可以买两组。挂出来感觉会掉，不会啊，我都掉很久了，从解禁之前就一直掉着，商品解禁之前都还没有掉过哎，很棒很棒，买两个，当然买两个感觉蛮有钱的哦，感觉蛮有钱的哦。那讲到这个荧光棒，那我们就来先进行一下有关于 mini concert 的问题。首歌唱我，首歌唱，很盘哦。
那我们像 mini cast 相关的问题有，后台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？后台的趣事有很多哎、欸，但是好像还不能说有关瑞婷的啦，有关罗瑞婷的趣事，但是罗瑞婷应该还没直播吧？他还没说吧？感觉是要由他自己说比较好一点。瑞婷的有关瑞婷的趣事就是蛮好笑的，瑞婷的新绰号。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哦，他在直播，大家等一下可以去问他一下他的新绰号531是怎么来的？哦，对啊，听错那个531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笑。531，对，就是531。531很好笑，我觉得531很好笑。他讲了，好，就是53，我觉得531很好笑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有关例子的，但是这好像也还不能讲。总之后台发生了很多还不能讲的趣事。对，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姐姐们在订麦当劳，然后听到有个工作人员想要吃冰旋风，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包包里面，因为大家可能去屈臣氏买一些东西，他就会送一些折价券。然后我前几天就去买洗发乳，然后刚好被送了一个然后什么冰旋风39元，冰旋风39元。然后我原本想说要送给那个姐姐，但是因为他们要订欢乐送，然后那个欢乐送不适用，然后就哦，好吧，算了。算了，那个谁嘛，谁？这是 Army 的玫瑰，那个是不一样大，对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还不能讲的，好可爱。然后如果大家有看麻油的现实的话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在 mini concert 的前一天，因为我们好久没聚餐了。我们上次聚餐就是去吃二楼的那个时候了，然后我们就久违在 mini concert 前久违的去聚餐了。如果有看麻油的现实的话，哦，他删了吗？你说麻油的现实是拍到不好的东西吧？还有什么？就是我们去吃热炒这样子。总之就是我们去吃了热炒，想建议陈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听错蛮好笑的，听错蛮好笑的。对，听错是一件蛮好笑的事情，会制造出很多笑料。对，就是迷你康可发生了很多，我的趣事吗？没有，我就是一个无趣的人。我就是一个无趣的人啊！你在后台都在干嘛？在后台都在……哦，我永远是第一个换衣服的。每一次的 mini concert， 每一次的 mini concert， 我一定是第一个换衣服，因为我头发很容易乱掉，所以我一定是其他学员可能会先就是慢慢用，然后弄好头发之后再换衣服。但是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弄好头发才换衣服的人，因为我的头发会崩溃。所以我每次都一定是第一个去换衣服的，然后我说我先换衣服了，大概在开演前的3个小时，大家通常在开演前1个小时才换衣服吧，然后我通常会在开演前3个小时就去换衣服。你更无趣。 OK 拉下台做什么？就是那个啊，用衣服啊。帐篷有还，今天还好吧？今天没有帐篷啊，今天是自己选的呢。谢谢两汪的续费，大家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是不是不太了解帐篷刘海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帐篷刘海的定义。等一下，我来拿一张废纸。像今天这个完全不是帐篷刘海啊，这需要画侧脸。哎呦，画的好丑。啊，算了啦，没有绘画天分。大家看到这是我的脸，帐篷刘海的话是这样啊，是这样。
我知道这个刘海长得有点奇葩，但是之前的刘海就是长这样啊，就是往前飞的。像今天的刘海是为大家讲解女生的刘海。今天的刘海就是长这样啊，它是往内弯的，往内弯的，是有烫的。这个就是帐篷刘海啊，所谓的帐篷刘海是长这样的。今天完全不是帐篷刘海呢，完全不是哦。屋檐刘海也不算是吧，屋檐刘海是帐篷跟屋檐有点像吧，其实某种意义来讲，都可以遮风避雨。刘海听话，我会让刘海听话的，很棒很棒。对，这就是 mini comb 知识，就是很无趣。没有，在后台都在对一些脚本啊，就说因为跟你们说，我们对 MC 这件事情超级紧张，所以我们在后台又超紧张 MC 这件事情。帽檐刘海，哦，在后台还有一直拍照啊，一直帮林杰拍照，嗯，一直帮林杰拍照，就是在后台就帮林杰拍照，谢谢。我就是一个迷妹手机，我的手机就是一个迷妹手机，太棒了。然后还有想问 mini concert 的梗， mini concert 梗是讲是指我没有说的那个吗？但是我这次没有说不代表我下次不会说啊，所以为了不要破坏大家的观赏体验，虽然一些人已经被破坏了，一些人已经被破坏体验了，先不要说这个 mini concert 的梗。拍双马尾那些是的呢，还有不是双马尾的也拍了一大堆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，呼呼呼呼呼。照片呢？私藏，私藏，最喜欢私藏，我还私藏了一堆品牌的照片，快乐，快乐，我觉得进入 Team TP 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大家都好可爱哦。瑞婷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跟瑞婷拍了好少合照，然后我现在跟瑞婷，我们可以拍合照，我们最近照片好少，所以最近一直找瑞婷拍合照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在一起相处太久了，像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出去，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出去，然后就一直碰到面，然后就没有那种新鲜感，大家懂吗？新鲜感。我的粉丝顶点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！对不起，我让大家看到迷妹日常，不是腻，不是腻吧？我就是一个粉丝的顶点。想看七双马尾有发啦，虽然还有很多啦，虽然还有一些照片，但是我有发啦。林果，还要先等一下疫情。还有什么 mini concert 之前大概大家会吃什么？像我们公司会帮大家订便当，其实原本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便当，一个是餐盒，就是有面包加饮料这样子，然后大家清一色几乎都是选了便当，所以最后就是订了便当。像我们这个是什么、啊、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偶像的便当好像就是很健康那种，都是菜啊青菜什么，没有，我们的便当就是跟普通的便当一样，就是有点油这样子，有点油，但是我觉得上场前要吃一点比较油的东西会比较有体力吗？比较体力做一些动作。像我们这次吃了，哦，通常会有三四个菜色让大家选，就是大家会订三十个菜色，然后现场大家选这样。我这次选了糖醋排骨是吗？对，就是那一类的，就是普通大家平常吃的那种便当。便当是什么？便当就是饭，是三菜饭之类的，加肉，糖醋排骨之类的，差不多这种感觉，就是。有点咸，这样有点咸，
Hello， 大家。然后 mini concert 之后会有什么奖励吗？会给自己什么奖励吗？像我在 mini concert 之后，我就会买一杯饮料。喜欢喝，我不喜欢喝水。但是我最近哦，说到水，我很生气，因为像我昨天就下定决心，就是我要强迫自己喝水。会吃饱吗？会吃，我会吃饱啦，我会吃饱，因为其实离开演也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不是说马上吃就马上表演，所以是可以吃饱，有时间消化。说到喝水，我很生气，就是我今天下定决心我要强迫自己喝水，然后又准备了一个玻璃瓶子，然后因为我就是一个很不喜欢喝水的人，所以我就在水想说顺便美白一下嘛，大家不知道柠檬可以美白，然后我就加了一点柠檬，然后再加水就变柠檬水，然后今天就带去学校喝，然后大概喝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是睡午觉，然后就放桌上，然后醒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反正就是脑内就是一胀胀的，就是刚起床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，就不知道桌子上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，那我就一个灰哎飘飘砰呀，我们的玻璃瓶子呢就破掉了哟。那是因为还好，就是我的玻璃瓶外面还有有一个套子，就是我有放一个套子，所以玻璃是没有洒出来的，它就是碎在那个套子里面，所以是还好没有四溅，没有伤到自己，没有伤到别人，就是把它捡起来丢掉而已，这是可喜可贺的，不幸中的大幸。但是我的喝水计划在第一天就如此失败，我真的应该去买那种小型的那种儿童水壶，儿童塑胶水壶，那种大杯的儿童塑胶水壶。真的是真奶不一定，也就看当天想喝什么，就去买一杯饮料犒赏自己。破坏王，对啊，真的是很难过哎，才第一天哎，我第一天的喝水计划就这样失败了，我好难过。明天继续我的喝水计划。小型通关水壶热门中，小型是买紫色，对不对？去买一个不一样的色，真是的，不意外什么？不意外，意外吧，应该是蛮意外的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需要意外一下。然后计划直接开花，因为米收收的蜡烛，然后再来下一题。最喜欢的制服 ，Team TP 最喜欢的制服是哪一套？我最喜欢的还是小菊哎、欸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小菊很好看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小菊觉得还好，第一次看小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？TPE 还没有，哦，就是总选的前几个月吗？总选前，我先看一下图案，我先给看图案。然后那时候觉得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看到整件，只有看图案，然后就觉得好像还好。但是我觉得小菊就是一个越看越好看的衣服。重点是小菊的质感很好哎、欸，就是它穿起来很舒服，它质感就是很好。的枫叶，恭喜 Kinoko 升级到青铜八一，恭喜你！一家穿小菊好看，谢谢。而且小菊超，就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代表 Team TP 的衣服。如果你把小菊穿去，就是什么场合啊，去姐妹团表演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一件很显眼的衣服哎、欸，就是很亮、很亮眼、很橘、很橘、很橘。你喜欢蓝白那一套是不是？蓝白那一套是那叫什么？小巨蛋前出来的。第一次看那套也很惊喜耶，第一次去试衣服的时候就是跟之前的衣服风格很不一样。
中说的辣夫。然后他开始说那一件很像某一件，但是我忘记是哪一件了，有一件蛋糕店的制服。然后，所以我最喜欢制服就是小橘。再来下一个，看不到神推的双马尾要怎么办？但是，虽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这个人是谁，但是你神推很常绑双马尾啊，你神推很常绑双马尾，就是你的神推不是一个不喜欢绑双马尾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很常绑双马尾的人啊，怎么会看不到呢？是当面看不到吗？是错过就是 mini concert 的意思吗？但是他只不过很常绑双马尾啊，他就是一个很常绑双马尾的人啊，大家自行想象，就是很常绑啊。对，不是雨晴的，不是雨晴的。如果错过雨晴或林杰的，就是双马尾，应该需要感到扼腕，因为他们是很少绑双马尾。但是他推的这个人就是很常绑双马尾的人。还是其实不是推这个人，不是吧？就是推这个人吧，就是吧，绑双马尾表演。但是他的公司发型也有一点双马尾啊，微双马尾，就是也可以被列为双马尾的一种。谢谢幸运星的 Love 瑞婷，对啊，就是瑞婷啊，他的公司发型不是有一点双马尾感，虽然不是这种双马尾啦，但是是这种双马尾啊。很常绑双，瑞婷很常绑双马尾啊，瑞婷直播也很好绑，很常绑双马尾吧，是吧？没记错的话，真好猜对吧？就是很常绑双，还是草主很常绑双马尾这种瑞婷吗？没有啊，家里也蛮常绑双马尾的，有吗？有吧，瑞婷蛮常绑的啊。而且其实双马尾算是一个好整理的发型，就是在跳舞，以跳舞来说的话，以跳舞来说是有蛮好整理的发型，尤其是跳有氧之前的时候最不会乱，因为像如果你绑双马的话，你跳完舞之前它是会往下打，就直接啪你的脸，它是跳完舞之前它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，但是如果你是绑双马尾，你绑在这里的话，它只会往旁边打。可能是旁边的人遭殃吧，反正你自己是不会遭殃，你不会打到自己的脸，你能想象吗？你的双马尾就这样前后前后，然后如果是单马尾就啪啪啪啪啪，你就不会打到自己，双马尾就是打别人但是不会打到自己，单马尾的话就是会打到自己，不错。对啊，问问题的人现在应该在看瑞婷直播吧，毕竟神推瑞婷的部分，转圈的时候不会打到自己，辫子怎么办？辫子还好，辫子比较重，比较不会乱动。打自己，对啊，打别人还好吧？打别人自己又不会感觉到，哎，打别人自己不会感觉到啊，就还好啊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然后再来，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进入一个越来越严肃、越来越严肃的部分。Team TP， 觉得一家觉得 Team TP 三个 unit。等一下，我忘记到底要怎么讲这个题目，我看一下。一家觉得 TTP 三个 unit 的风格有什么区别呢？两个面绑双马尾，对，就是 K 是攻击别人，杀伤力很强。没有很可怕啦，新 TP 三个 unit 的风格有什么区别呢？没有吧，这也没有很严肃，严肃的还没来，还没来，还没来。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就让我想到当初 TP 一甄选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发表的时候，邱元康老师有说一句话，就是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的印象超深刻，就是邱元康老师说一句话。那个时候是被问说，觉得 Team TP 应该散发出怎么样的色彩呢？然后邱元康老师是说，他觉得不需要特别规定散发出什么色彩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色彩。然后比如说
么我是可爱的啊，什么什么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亮点，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变什么亮点，但是当这些人亮点聚集起来之后，就会变成 Team TT 的颜色。大家懂这种感觉吗？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聚集起来它就是变成 Team TT。 就是我那时候对这句话说，哦，好像很厉害，这句话好像很厉害，然后就是记到了现在。劝看老师说的什么光害，不是光害吧？大家许阿贵的 love 有道理对吧？有道理，就是不是一定规定说我们是什么风格的，我们的风格不用被定义说啊什么草组织帅气，樱花组织可爱，什么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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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。反正就是大家都是，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风格，就是个人的风格。当大家聚集起来的时候，就会变成 unit 的风格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听不懂好像很厉害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原影片。这个原影片应该不在，应该只剩下口备份，应该只剩备份的影片，就是当初甄选的时候的影片。真是感谢备份的那个人，他是塞塞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。不过感觉如果是我讲的话， B 组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讲，对舞蹈要求非常非常高非常高。然后 C 组的话， C 组怎么讲，我觉得 C 组的气氛就是很可爱，软绵绵的感觉。怎么讲，就是很粉，就是很 Sakura， 很 Sakura。然后像英组，我知道英组他们都会有时候会手机开会讨论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蛮喜欢的。A 组我觉得 A 组的 MC 就是集结了很多 MC 的人，因为 A 组他们的 MC 就是有会打枪的人，也有会中枪的人，这种就特别的好笑。我觉得我们的 MC 比较少这种。打枪跟中枪的人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有自己的特色。听鼻听鼻的感觉，萨库拉有听鼻的感觉。我们是枪林弹雨吗？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在 MC 的时候比较不会特别这种感觉，是吗？大家在 MC 的时候有点比较不敢讲干话，非常希望我们的干话功能可以上线在 MC 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下一题，如何对自己有信心，哦，有自信，如何对自己有自信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我觉得对自己有自信的话，就是你要先知道你对自己的哪里没自信，你要先知道为什么你会对自己没有自信。比如说什么，为什么会对自己没自信，我想一下，自己长得不够好看之类的，可能对自己长相没自信。那你既然知道你对自己长相没自信，那你就可以去可以比如说减肥啊什么之类的。因为虽然说不是每个人一定都要减肥，总之就是活出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嘛。那既然你喜欢的样子是你没有很就是比较瘦的样子的话，那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呀，对吧？就是虽然不是一定要瘦才好看，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喜欢瘦的人的话，然后如果你不瘦的话，你对自己没信心的话，那你为什么就不要去减一下肥之类的啊，对吧？一起去啊。然后如果是对自己的什么学科能力没自信的话，那你就去增强自己的学科能力啊。总之就是最好，我觉得最好增进自己信心的方法，就是你要先知道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没自信，然后
去增强你没自信的地方，那就是你最好增加自信的方式，对吧？是不是很有道理？该被安安说远，是不是中枪了吗？中枪了 ，Hello 甩尾丸子 ，Hello 甩尾丸子，减肥中是吗？砰！还敢浪，还敢中枪啊？还敢被中枪啊？或者我觉得对镜子前面打气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大家有听那个吗？看见夕阳了吗？那句歌词怎么唱？忘记了，有这句歌词吧？对自己镜子，嗯，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小子，我刚才讲什么？甩尾丸子吗？我讲甩尾丸子吗 ？Hello， 甩尾丸子。甩尾丸子，耶！吉诺库的拉夫，看见夕阳那天歌词是怎么唱来的？给镜子里的自己打气，加油，是吗？是吗？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这样的，就是在镜子里面这样加油，虽然看起来有点蠢，真的蛮蠢的，就是很像那种偶像剧的情节，但是其实还蛮有用的。就是哇，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破音，元气满满的一天。破音有点严重哦，这个刚刚那个。今天也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天。哦，你不妨给镜子里的他大大大大。天哪，大大大大大什么大？大冬天，大冬天，真的很 idol 版 idol 版。加油！今天是元气满满的一天，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对吧？就是这种方法。八点了啦，大家，八点了，我们错过了，我们错过，不管，硬要播，硬要播，现在八点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 ！OK 的，时光飞逝，时光飞逝的部分，那我们就进行下一题喽。有一个人说，他也学我一起玩那个一个人的心脏病，但是他在玩的过程中发现啊，他的小左，他左手一直输给右手，他说小左一直输给小右，请问有没有什么提升小左？请问要怎么让小左变得更厉害呢？要怎么让小左赢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。我觉得你可以先下意识让右手不要动，你就看到牌子，哎，右手先不要，然后先让左手下去，你的左手就可以对。不然就是你把你的右手绑住嘛，把你的右手绑住，你就可以用左手绑起来，你的左手就可以赢了。这很深奥哎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。到底要怎么提升左手的哦？改用左手能够球，哎，这个不错哎，就是你平常就可以写字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先习惯用左手写，因为像我们现在我说右撇子的人，现在可能右手比较容易赢，是因为我们现在惯用手就是右手，但是你可以试着把你的惯用手先用成左手看看，然后过几天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你的左手的强度就慢慢的在提升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。谢谢码头的 love， 请小左拿菜刀。这个慢慢来，我先拿笔，我们从笔开始好不好？先菜刀，一下子菜刀有点太进阶了，我们先不要那么进阶。一下菜刀有点进阶。一学员考题，对这个有点困难，请问要怎么提升左手的强度？有点困难这个。八八八，对，这差不多，我觉得刚刚那个谁啊，他说的非常好，就是试着用左手变成惯用手，单手扶地挺身，哎，不错。原本可能都用右手单手扶地挺身，现在开始改用左手扶地挺身。什么东西？噔，
乌咪可以出来的。乌咪现在不知道在哪里、啊。乌咪现在在哪里？那我们的下一题，真的是要越来越那个严肃了。但其实也还好，其实也还好啦。和咪手有什么共同点？这一看就知道是咪手问的问题。请问一家觉得一家跟咪手有什么共同点吗？都喜欢乌咪，都喜欢乌咪，这不错吧？都喜欢乌咪。Zero， 零，都喜欢乌咪啦，都喜欢乌咪，对吧？需要抽答案是这样吗？早知道不要回答。都喜欢乌咪，都喜欢魔咪，我魔咪魔咪是什么？都喜欢乌咪。OK 的。就这样啦，自己作业自己想好吗？对啊，还要我帮你想，搞什么东西？搞什么东西？好，我们现在剩几题？请问一家 TTP 在 AKB48 Team T 哦 ，MISO 喜欢是阿六小 ，MISO 会喜欢吗？一家在 AKB48 Team TP 毕业前有什么目标吗？一家的目标。一家希望可以在毕业前，一家想要演戏看看，一家想要在毕业前演戏看看，好像是一个很远大的梦想，好像是原本想说一家想在 AKB48 Team TP 毕业前达成什么目标，原本想说要进单曲选拔，但是觉得好像有点。倒是有点没志气，我毕业前一定要进选拔，这种感觉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没志气，搞得好像毕业前只会进一次的感觉，好像有点没有志气的感觉，所以就后来又想一下其他的，所以就想说想要演戏，哎，我们有在讨论哎，我说 Bill Flower 我都很想演戏，大家知道吗？ Bill Flower 都很想。我们在后台有在讨论哎，我们在后台说我们要不要就是自己编剧，然后自己拍。林姐说想要演马路徐家，林姐很想演，大家都很想演。我们 You need Bill Flower 要不要自己来？很闲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很闲，我们有点忙啊。报名当男主，我有点忙，但是我们都很想要试试看这件事情。自己拍感觉可以，对吧？哪儿普通比较帅，是吗？马路西加选对，没错。林姐感觉就是很适合那种，大家知道吧？那种感觉。TP 恋功能，可是现在不是有在拍吗？那个 TP 恋爱笔记本，普遍 OK， 所以一家在 TTP 毕业前想要试试看演戏，想试试看出去演戏呢，就是外面的那种演戏，有点难，这是一个有志气又伟大的梦想。Boyfriend 男装计划，说到男装计划，这个不是我们很久以前的一个计划吗？恋爱笔记不知道拍到哪里去了，有在拍。男装计划不是那个很久以前的计划，什么、啊？粉丝人数来到3万是吗？1万还是3万呢、啊？好久哦，天哪！想当初我是第一棒哎。我当初提的主意是什么？我是不是提乐团计划？我是提乐团计划。我是提乐团计划。我提了什么计划？忘记了。谢谢阿尔法告白气球。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还是他其实已经不知道了？大家都是新的粉丝。谢谢阿尔法的告白气球。R 六熊的戏份，R 六熊不是一个很可怕的角色，听说
他感觉就可以就是突然的这种感觉。阿廖雄感觉可以演恐怖片，这样大家都是萌新，大家都是萌新。就是当初好像就是为了，如果当初的粉丝团人数达到三万吧，然后我们就开直播讨论，接力讨论，就是大家想要拍什么企划，接力讨论，最后的决定是累积提出来的。哎，我还记得，我觉得我很厉害。最后的决议是累积提出来的男装企划，就是大家拍男装，然后拍真人。哎，其实某个方面是不是达成了、啊？就是父亲节的西装生写真，父亲节的西装生写真，是不是其实某部分已经实现了？好像还不错，好像还不错。谢谢飞行蘑菇的掌声鼓励。对 ，Jumping Scare， 阿廖雄可以拍 Jumping Scare 的部分，很可怕哎、欸。好像提到谁演说什么，对吧？不知道，有点忘记。我记得品涵提出的是帮 Takeshi 桑的女儿做什么卡片之类的，因为他女儿那个时候好像满月吗？还是一岁之类的。码头，好，下一题。哎，没有，毕业后，一家毕业后，那一家毕业后想要做什么呢？这真的是桥到船头自然直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看在这里发展的怎么样，来决定以后怎么样。这是一件桥到船头自然直的样子。Hello， 码头。出来透透气啊，码头。好的，那下一题，有些行为，觉得有些粉丝的行为有影响到 idol。哎 ，idol 是我自己的简称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自己写想要写快一点。有些粉丝的行为影响到偶像，但是却没有预举，我们要纠正还是要放任呢？是不是有点太鸡婆了这样子？我觉得真的是看偶像怎么应对，就是看偶像怎么应对的啊。如果偶像可以这件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话，那大家如果说什么的话，其实有点怪怪的。但是如果连偶像本身都不能接受的话，说变，然后大家就变，大家就变，什么都变。但如果偶像自己没说什么的话，那大家说什么反而有点奇怪吧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如果说变的话，那就变，一起变，变人的快乐，变，全部都变，变变变，听哪这首好久以前的歌了，变，把变变，变变，变，谢谢会员的蓝色应援棒，不要变变，变变。我们一起变变酷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如果我们没有说什么的话，然后大家说什么反而有点奇怪的感觉吧，对吧？如果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如果我们真的不能接受，我们就会说出来，我们就勇敢说出来，然后再继续变这样子。变人的快乐就是如此朴实无华，没错。普通人的快乐，头像怎么了？变了头像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蛮好笑的，变了头像也被编了是吗？真的会说出来吗？不会说出来，但是我们会自己编掉，我们会默默编掉，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说什么，就是我们会自己编，我们会自己编掉。背着头像很好笑哎、欸，蛮好笑的。OK， 这题就差不多到这里。晚安国树 ，ban ban ban， ban ban ban， 感觉很像什么绕口令，大家可以冲到这个 b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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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绕口令。哦哇哇哦，这一下谁消失？对他传说，哎、欸，他是很久没出来了，是不是被 ban 掉了？
像是码头前段时间很久没出来，但是我绝对没有背码头，绝对没有的事。你有什么颜色的问题吗？有一些颜色的问题吧，但是其实好像也还好，微严肃微严肃，但是也还好。几题？今天有20题呢，今天有20题。先说话 ，OK OK， 还没ban，我今天没有ban人，我最近都没有ban人，好不好？我也只ban过一次啊，真是的，我也只ban过一次啊。OK， 那下一个问题，因为粉丝的问题而退却，是，等一下怎么讲？因为粉丝的问题而退却，是因为。自己哎，是很正常的吗？还是我们对偶像不够信仰值不够呢？信仰值不够呢？林国想被 ban 吗？想被 ban 吗 ？ban 想被 ban 吗？想被 ban 吗？码头不在，码头不在，码头不在，没听懂，因为粉丝的问题而退却，因为他是打因为粉丝的问题而退却，但是。他的意思应该是说，啊哦，他应该是有那个吧，应该有前因后果。那我先讲另外一个问题，粉丝行为，一家对于粉丝行为偶像买单这句话有什么看法？这个应该是这个问题的延伸，就是因为粉丝的问题而退去，应该是说，粉丝行为偶像买单，一家对粉丝行为偶像买单这句话有什么看法的延伸问题？对，应该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粉丝行为偶像买单，我觉得，其实路人粉吧，应该是路人，路人的话多少会有影响吧。如果是路人的话。这是很难避免的问题，说什么？粉丝行为偶像买单，因为咪手太红一家都不理我，要退坑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粉丝问题而退去哦，也是有可能，也是有可能是这个问题。说什么？会让人退却的。但是粉丝行为偶像买单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团体比较容易发生的吧，就是因为团体像我们这种女团，感觉蛮容易发生这种问题的，是吧？大大的行为，但是我们大大有什么行为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但是希望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粉丝归粉丝，偶像归偶像，因为毕竟。粉丝做了什么事情，粉丝做了什么事情也不是偶像，偶像的责任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，不知道什么哎、欸，就是觉得，我自己觉得啦，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教育一下的，所以我现在要教育大家，很突然，很突然的，我现在想要教育大家一下。就是呢，好突然哦，这样会不会太突然？算了，没关系啦。一家现在教育一下大家，就是呢，一家觉得，上一次直播完吧，一家觉得，可能现在的网络啊、就是非常的发达吧，现在就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。然后我知道大家也会很想要关心一下。喜欢的人，大家会想关心一下自己喜欢的人吧，他现在在干嘛啊，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也知道现在网络很发达，所以随便查什么，对，没错，我现在随便查什么，查什么都查得到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希望，就是对，就是有关于我的大学的这件事情，大家懂吗？是有关于我的大学的这件事情，我是希望呢，就是大家不要乱查，大家不要乱查这件事情。就是呢，我知道已经有些人知道了，就是因为现在网络就是非常发达，就是你随便查就知道了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这件事情不要乱查，因为毕竟不止我，就是全部的人都一样，包括我们的团员，什么，全部人都一样。怎么讲？就是大家还是希望我们的私生活。
可能分开一点吧，对吧？就是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我们的隐私的部分。依然不是台大，不是呢，不是呢，对，没错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我知道已经有些人知道了，那知道的人就这样，知道的人就知道了，就是也没关系，反正你就知道了嘛。那不知道的人，希望就是也不要再去查了这件事情。然后，或者是如果真的已经知道的人的话，也不要就是说出来嘛，或者是也不要跟我说，不要跟我说，不要跟我说你知道的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会，有点难过，我会对于这件事情有点难过，就是对于大家去查了这件事情，有点小难过。所以一家不是才高中，但是一家大学出来了，对。其实一家是读哈佛大学，没有那么厉害，没有那么厉害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样。一家不是国小生吗？说的也是呢，说的也是呢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样。不管是谁，就是给一点隐私，给一点隐私。高中读完，对啊，其实我没有要读大学啊，大家为什么大家会一直觉得我要读大学？其实我最近刚考了会考，刚考了会考，准备再重读一次高中，再准备一次考学测，没有啦，刚修呢是吗？说的也是呢，才刚四个月，才刚满四个月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一家教育完了，一家教育完大家了，教育完大家了。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有必要说一下一家的想法。从小看到大是吗？从小看到大，少了一个字，怎么少了一个字又少了一个点？毕竟是一个团体，对啊。谢谢蔡马轩的 kiss 猪猪 ，kiss 猪猪。阿奇诺口的拉夫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就进行下一题。躺着看直播就被手机打到，你可以坐着看啊，躺着看有点危险，躺着看有点危险，被手机打到脸超痛的，被手机打到脸是一件超级痛的事情哦。但是我真的很想要。就是去说一下，可以不要那么没有隐私吗？就是现在的网络，就是有点太容易查到了这件事情。谢谢米松松的鲜花，懒人支架是那个吗？绑在脖子上的，是有一个东西可以绑在脖子上，然后这样子，加上手机，准，快搞加油！何恩贼，突然，何恩贼鸡肉饭会考加油，会考加油，加油，播音。好的，请问一个粉丝要如何让更多人喜欢上自己的偶像呢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偶像自己需要努力的事情。对，他考完了啦。但是如果说粉丝要做什么事情的话，推广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可以，做一些影片吗？我觉得影片还蛮容易推广的，就是做一些影片。佳慧凯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或者打文章啊，打文章宣传啊，买 IG 广告，真的有人买，我看过麻友的，很酷哎。影片啊，或者是什么三十天挑战，30天挑战，让别人知道哦，原来他那么好，这样之类的。阿六熊熊 ，Hello。阿六熊熊跟大家 say hi。给你
你十块，真的假的？这蛮好的耶，十块钱，十块钱蛮好的耶。买粉丝，嗯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这种事情果然是靠偶像是最重要的啦，自己需要努力，自己需要努力。頑張ります。耶耶，吃不起，对啊，十块钱，十块钱不少哎，十块钱不少。直播间账号都是你的，哎，为什么大家会说话？这不是都是我自己创的账号？其实妈妈在后面控制，啊，其实我们家里有大概三十几台手机，然后我妈现在在后面控制了大家的账号。一家怎么办？留言好少，赶快打一点留言。哎，这个人留言太多了，下一个人赶快留一下言，这样子。换个账号，拿不到手机按这种，哎，不错。然后朋友就划划，嗯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文章啊，怎么划不完这个文章？500字啊，怎么那么多？赶快退追，太多文章了吧？他什么时候退追我这个人之类的？太好笑了吧？比特币吗？换个账号出来讲话，其实这也是你账号，不错不错，大家账号很多，什么东西啦？大家要开始换账号了是吗？视野先不用了，其实也是，原来大家都同一个人是吗？每个人都是同一个人，太可怕了，可爱一点是。Miso 还变成小女生的样子，其实大家都是一个人呢。其实我们的粉丝群就是一个人，他会扮演着不同的样子。在看 mini concert 的时候，就会使出影分身之术，坐满现场108个人，使出了非常强大的影分身之术。没有打到1000字吧？500字啊，500字而已，1000字我找不到，我差不多打到500字就差不多了，我就差不多，因为才会不同步，没有，大家太同步的话会很，就是有一种太整齐了的感觉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，为了营造出那么多人的样子，那不是加一的沙拉，那不是加一的沙拉，那是台北的。加一的沙拉有没有高级？哎，那沙拉很好吃哎，那个沙拉还加了洛梨，我喜欢吃洛梨，洛梨好吃，洛梨好吃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题，要如何给成员安心感呢？如果哎，对于粉丝跑去看其他台会介意吗？这个，我今天讲话好口糊啊，我今天就是一个口糊。不同步是因为神经讯号传递延迟，原来是这样，就是因为太多分身，然后就从这里开始慢慢的扩散出去。对粉丝跑去看其他台会介意吗？这个真的是完全看成员哎，真的是看成员，看成员怎么想，看各个人每个人怎么讲，怎么想，像我就是一个。不会介意的人，对不起，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性，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大家多看一点，大家多看一点。马铃薯泥，口糊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光右推，所以大家去看神推的话，我是没关系的，毕竟我就是一个二推，但是能成为大家的二推很开心，有吗？有成为大家的二推吗？希望成为大家的二推，我是令狗的二推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令狗肌肉饭，谢谢令狗肌肉饭。如果同时开台，我今天真的好恐怖哦！如果同时开台，还跑去看人家变魔术之类的，哦，这个就但是没关系啦，毕竟我是不会变魔术，没有我也会变魔术，我会变魔术，嗨嗨这样子。会不会变魔术好吗？现在网页版可以同时开的时候，不错，网页版真的很方便呢，对吧？苹果鸡肉饭，零零零零零零零。
这不用钱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很好笑。这个超好笑，我喜欢这个魔术，可爱吧？安娜姐姐，好久不见，安娜姐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吧，他好塞呀、啊，而且很塞呀、啊，有点卡痰的感觉。什么东西啊？生日已经过了365天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、啊！大家，耶、yeah, ，丁版。365天有总有点事，没错，被我们等到了、欸，有点感动，对啊，有点感动，已经过了一年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就在庆祝了365天的生日之后，居然已经到了6月了，也到这个时候了，天哪，总算被我等到了吧？总算被我等到了吧？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！对啊，坚持了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们还要坚持第二年。一年还有一年，我们日复一日，日复一日的庆祝安娜姐姐的生日。我们总有一天会再庆祝第二年、第三年，请安娜姐姐不要缺席，请安娜姐姐不要缺席哦。就229对366，我们坚持了366天，天哪，好感动哦！就从去年的现在开始，就不断的庆祝安娜姐姐的生日。哇，这感动，感动感动 ，OK。对粉丝跑去看其他台介意吗？安娜姐姐对粉丝跑去看其他台介意吗？很多人会介意呢，很多人会介意呢，对吧，安娜姐姐？很多人会介意呢。坚持就是胜利，坚持就是胜利，胜利，开心。不介意？你说你不介意吗？咪手手，你是要介意什么？你是要介意什么？聆听安娜，聆听安娜，丽丽没关系，丽丽可爱，所以没关系。丽丽的生日，哎，这样安娜姐姐跟丽丽的生日很近呢，很近呢。那要如何让成员有安心感？我觉得安心感的部分，真的就是来看直播，因为毕竟对我们来讲，现在最常的互动方式，哦，我今天好口糊哦，方式，目前互动最常的方式，真的就是直播，就是最棒的、最常的互动方式。不介意切去看其他台，不是这样吧？在问粉丝介不介意？我粉偶像介不介意？不是在问粉丝，粉丝是在介意什么？粉丝在介意什么？方式，
一零十，已经看一千小电影了。我们也不能管什么啊，网页版好用。对，如果大家就是会接其他粉丝去看其他台嘛，我会推荐大家去看网页版。只要有看我的话，看其他台也没关系哦，前提是有看我，对吧，安娜姐姐？姐姐刚跨完一家很少的慌是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吼、哦，好烦哦，我一直记错日子。礼拜天可能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了，今天开始恐怖了。讲会有 Web 的都是对，大家都开网页吧，再开网页吧。我手上去找一下，开心，开心。而且这次也离安娜姐姐的生日很近，所以 OK， 安娜姐姐生日快乐了，继续住下去，继续住下去。一定是命中注定的小鱼，来看秘密货啊，六熊可以吗？可以哟、哦，可以哟、哦，因为你会顺便看到我啊，粉丝会顺便看到我啦。你有看你有免死金吗？对，大家有来看我，所以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但是米手手的进入次数真的是最高的，他进入了544次，就是他真的是一直进进出出的一个人，他真的一直在进进出出啦。会快速好？不会。不会，是成熟，是成熟。离你生日也蛮近的，嗯，好 ，OK。杨雄几次？我看一下哦。杨雄的话，因为没有丢礼物，所以我看不到，哈哈。看一下，168次，谢谢两万，谢谢哇。大家，会员的话，519次也是很多哎、欸，519次，看到像飞行蘑菇是 first time， 开始是 first time， 谢谢码头新的过，像码头感觉就是很中规中矩的进入了319次。是感觉没有随便进来319次，你还没有，你还是最多的好不好？谢谢七月新出版，谢谢。Ben 的话，Ben 的话要先送礼物，你也频繁进出，大家都频繁进出。谢谢尾鱼的油桐花。你的勾勾是89次，你进来的几次啊？老沙进来了349次，也是很多哎、欸，349。等他们追上，不需要，不用啦，企鹅，哈西雷潘基，企鹅也要先送礼物才看得到。大家要送礼物我才看得到，大家，这是什么变相的送礼物的勒索，送礼物勒索，Ben送了，啊是没送浪花哦，看到了、欸、，Ben是477次，哎、欸，企鹅的看好你哦。看下企鹅，126次，谢灵果的告白气球。问题的话剩几题了？如果抓一个人来草组的话，想要抓谁呢？但是抓柏林啊，抓柏林进来 ，CP 团员，CP 团员，抓柏林进来。柏林进来的话，真的是各种 CP 团员，包含灵异家庭。灵异家庭，
跟熊爱丽。对，你家庭是真爱。乐乐乐是我的。抓柏林进来桥，我就各种出 CP 了。好的，下一题。握手会的话，握手会是粉丝多说比较好，还是我们多说比较好？粉丝多说比较好，还是偶像多说比较好？我觉得就是不用在意这个，就是一个自然的对答方式，就是你想说什么就说，然后我们想回答什么就回答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问答方式。我觉得可能比较偏一半一半吧，就是你说什么我答什么这样。你说啥我就打啥，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。懒得说出来怎么办？啊，那就僵在那里啊，就浪费张卷哦，这样子啊，就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就浪费张卷啊。谢谢夜空 sky 的 love， 被口水呛到，他会突然被口水呛。这个事情蛮蠢的，但是就是这样，就是、被狗给抢到。啊 ，Miso 可以跳舞，对耶 ，Miso 可以跳舞，太棒了！支持支持 ，Miso 可以跳舞。所以就是大家来握手会的话，就是问答，自然问答吧，自然问答这样子，自然的问答，很棒很棒。还有一个问题是说。等我一下哦，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啥？说啥？哦，他说火鸡汤台问题是在这提问吗？有什么棘手事吗？没关系。就是你直接问问题就好了，但是他也没有问问题，就是你下次可以就是直接问问题就好，也不用什么起手式。如果真的是要什么起手式的话，就是 Hello 一家这样，Hello 一家 ，Hello 一家，对，差不多。Hello 一家没有人问晚餐的，就是厌世。如果一家厌世的话，古板后面挂号说给你一个机会也可以。厌世的话怎么办？那就是你给我一个机会业配，那我就不客气咯，就是谢谢你，那我就不客气咯。但是买一家厌世生写真哦，一家厌世生写真现在好评订购中，全员 AKB48 TeamTV 的厌世生写真好评订购中，而且这是大家的纸笔也都签得非常的好看，非常漂亮，非常厌世，大家纸笔充满了厌世的风格，所以呢。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，想要拿到成员的厌世纸笔吗？加油！不管拿到谁都很好看，真的，就是大家都拍的好好看哦，就是很的感觉，很的感觉。买厌世照没抽到一家怎么办？那就是让你体验厌世的感觉啊，是不是？买厌世照还不够厌世吗？让你更加的厌世。让你更加的厌世，就是让大家体验厌世的感觉。换呢、啊？大家不是最喜欢换生写真了？大家换起来，每分都在赌运气，每分都会厌世，厌世，厌起来。等你买很多包，阿正加油，阿正加油。裴超直接退坑，这有点太厌世了，这有点情绪勒索了。有点情绪勒索哦，先不用，没关系。那我们的问题好像差不多到这里就有问题没被回答到了，应该是没有吧？完全不喜欢换，就自己收藏，自己收藏。情绪勒索姐姐，不要情绪勒索姐姐，先不要勒索姐姐。还有什么？差不多了，20题，对吧？还有，应该差不多了。
20集。明天晚上要吃什么？凉面，最近很热，吃一下凉面。宵夜是很急笑的，大家可以问吃的事吗？下午茶推荐什么？我觉得 Mina 的那个看起来好吃哦，大家可以去吃一下 Mina 的那个。大家有看 Mina 的 po 文吗？ Mina 的 po 的那个松饼看起来很好吃，大家不介意的话可以去吃一下 Mina 的松饼。解释每一家限制部分， Miso 主要情绪勒索姐姐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宵夜的话，宵夜的话吃奶粉，吃奶粉怎么样？吃奶粉，宵夜吃奶粉。初一整组感觉不错哎，不错哎，全员全员升血。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让大家收集到的呢？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让大家收集到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哦，原味蛋挞好像很好吃，好像很好吃。哎，打开看看你哦。喜欢肯德基的蛋挞，肯德基真的是蛋挞好好吃。现在不是很多人说肯德基是蛋挞店，蛋挞店。是不是之前很有一段时间蛋就是街上全部都在卖蛋挞，然后后来只有肯德基坚持下来，是这样吗？不可能。不可能！先老家的油桐花，给大家看我自己做的球。我做的那叫什么？杂耍球。我要成为杂耍小达人。嘿，嘿嘿，杂耍小达人。哎，我们那天真的蛮好吃的，认真好吃。颜色可爱，它是糖果袜，袜子的是，葡式蛋挞不是一样，但是我吃过葡式蛋挞，很好吃，葡式蛋挞。啊！后面那栋是人呢、啊？吗？就是人啊，就是一个人在练习啊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就是一个人。Hello， 扎卡，蛋挞工厂大概几年前？蛋挞工厂，那是人啊，就是一个人在那边练习啊。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，薄皮嫩鸡这个没有，这个就没有了。的鸡蛋挞就是葡式蛋挞，对啊，就很好吃啊，就很好吃啊。是哦，嗯，对，嗯，对，是的呢。そうですね。扎卡，扎卡鸡肉饭。北平烤鸭卷，北平烤鸭卷太帅了！我只记得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是一个疯狂收集麦当劳的 Hello Kitty 跟哆啦 A 梦， Hello Kitty 跟哆啦 A 梦，哎，哆啦 A 梦是麦当劳吗？麦当劳是哪里？光头脸做一种，自己想啦，自己想啦。我们今天交作业的人是。林果跟阿尔法，耶！乌贼猫玩偶，对，乌贼猫玩偶。扎卡鸡肉饭，今天下作的是林果跟阿尔法，耶！谢谢你微笑打的鼓励。谢谢扎卡的蓝色音乐棒，都是人，哎，不错，哎，都是人，都是人，都有眼睛，都有鼻子，都有嘴巴，太废了吧？米粥太废了，太废了啦！
阿尔法直接送了一个带你去流浪，怎么突然送了一个那么贵的礼物？有点害怕。交作业喽！谢谢阿尔法的带你去流浪。突然很害羞，就是突然丢一个那么昂贵的礼物。给我钱。我可以给钱了吗？看一下，我在什么时候可以给钱？我现在才353，离我还可以给钱的路途有点遥远。两个灵狗在榜上，是开分身是吗？灵狗开分身吗？我差100多哎。Hello 小华哥，哦对了，突然想到，就是有关于我昨天的那篇文章啊，我很开心哎，就是看到大家很多人在下面分享自己的想法，看了很开心，很多人都分享了自己是怎么想的，所以我很开心。100多怎么差100多浪花可以发红包，这样子而已啦，没什么，就这样。谢谢花月的油桐花，耶！谢谢阿珍的红包，谢谢。发现很多人分享爱心，对，真是谢谢大家喜欢我的文章，耶！谢谢雷果的红包，码头很会抢哦，码头很会抢。谢谢蔡阿爸去的 kiss 啾啾跟花园的油桐花，快乐。谢谢码头的辣芙和手滑哥的玫瑰，大家都在送红包。对啊，米手手没有，我现在情绪勒索，情绪勒索。码头干儿子就是因为是干儿子才能抢到啊！谢谢迷雾的荧光棒，跟码头的 love， 限动空三速，限动。所以如何让更多人喜欢自己的偶像？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。谢谢茄子的亲友的 love， 谢谢送3000这样。送3000红包有点大爱，真的太大爱了。你的什么耶？ Yeah! 谢谢米收收的红包。最喜欢情绪勒索，什么意思？最喜欢情绪勒索别人了。谢谢老沙的 kiss 猪猪。国术的油桐花，我看一下，我现在，哎呦，我来80级，下一次有望发红包，最喜欢被勒索了，最喜欢勒索别人了，叔叔熊被包一整天，那今天是这样，叔叔熊。今天的20个问题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，谢谢大家踊跃的发问，一家感到很开心，只接受一下勒索，好，我们差不多要来念排名了，在念排名之前，对啊，今天有20题，在念排名之前，我们请阿尔法交作业，阿尔法还在吗？哒哒哒。阿尔法再慢慢想。3000有点多，3000应该发不太起。你刚刚下班，那我们现在念牌。谢谢码头的桐花饼，好吃。又到了桐花季了，是呢，到了桐花季了。
要纠缠着，不要再勒索阿尔法，不要乱勒索。谢谢我们第一名的阿尔法口皮糖对奏，哦，下次再教好啊。谢谢，谢谢阿尔法，祝您下班愉快。下班时间，哎，可恶，红包，哎，哇，哎，真的丢，太夸张，太夸张，太夸张了，阿尔法，阿尔法，我没有勒索你哦，阿尔法，我没有勒索你哦。但是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尔法，谢谢阿尔法。下次交作业，下次等你来，等你来交作业，谢谢。迷雾抢到最多，恭喜迷雾，迷雾的胜利。谢谢码头的辣夫，谢谢阿尔法接消息，直接不想交作业，不是这样吧？阿尔法想交作业吧，是吧？谢谢迷雾的掌声鼓励跟老沙的 kiss 猪猪，再绑架你手回回本。下次再继续情绪勒索，情绪勒索大家。刚才对我态度怎么不一样？没有，谢谢码头新之冠。我对你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现在还有红包，好像还有一点吧，还有30，还有30。第一名就算没有，这样子没有人敢第一名了，大家，没有人敢第一名了，浪花勒索。浪花勒索，勒索，浪花勒索。谢谢阿尔法，谢谢阿尔法造福大众。哇！哇、哦，林果怎么那么好？怎么大家都那么好？怎么大家开始发了30的红包？那一家要来发红包？谢谢大家、欸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林果大红包，谢谢林果跟阿尔法大红包。天哪，怎么那么好？那换一家来发红包，一家拿到够多了，一家拿到够多了，一家来发红包了。谢谢阿尔法，拜拜。阿尔法不要抢我红包再走，我要发咯。5、4、3、2、1，抢！林果抢到最多，看一下大家的手气。哦，哎，结果是蔡马逊抢到最多。一家抢到25个，一家有回本，有一家抢到，一家抢到25个，炫炫运气王，好难念哦。炫炫运气王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经常来看一家，哎，一分了，突然看到，怎么回事？一分了，大家，谢谢蔡马旭的口罩，1个字汤，2个字汤，3个字情人王，卡哇伊，一家接火台。谢谢迷雾的掌声鼓励。谢谢 Ben 的拉夫，谢谢大家的红包们，真是感谢。没事，你要设闹钟，设成闹钟就会很讨厌这个声音。不要了，不要设闹钟了。如何快速讨厌一首歌，就是把它设成闹钟。哎，青之冠，你是什么青之冠？念排名喽，第一名是阿尔法口皮虾对走，谢谢阿尔法口皮，阿尔法是第一次进入，哎，不是吧？为什么是第一次进入啊？上次不是有来？谢谢阿尔法口皮虾对走，
二名是林果 Kokita Drizzo， 谢谢林果 LINGO Kokita Drizzo， 也谢谢林果的红包。第三名是菜亚马逊逊 Kokita Drizzo， 谢谢菜亚马逊逊 Kokita Drizzo， 耶。第四名是 Ben Kokita Drizzo， 谢谢 Ben 的头也真好笑，谢谢 Ben Kokita Drizzo。第五名是 Kinoko Kokita Drizzo， 谢谢 Kinoko Kokita Drizzo。第六名是米搜搜可皮卡对走，谢谢米搜搜可皮卡对走。第七名是两光可皮卡对走，谢谢两光可皮卡对走。第八名是林果 ，Lingo 可皮卡对走，谢谢林果 LINGO 可皮卡对走。第九名是飞行蘑菇可皮卡对走，谢谢飞行蘑菇可皮卡对走。第十名是码头可皮卡对走，谢谢码头可皮卡对走。第十一名是老沙孔吉达对走，谢谢老沙孔吉达对走。第十二名是迷雾孔吉达对走，谢谢迷雾孔吉达对走。第十三名是低调脑会员孔吉达对走，谢谢低调脑会员孔吉达对走。第十四名是超级粉粉手滑哥孔吉达对走，谢谢手滑哥孔吉达对走。第十五名是膝盖帮果树孔吉达对走，谢谢膝盖帮果树孔吉达对走。还有铜钻石的扎卡口皮加对走，谢谢扎卡口皮加对走，谢谢。今天都在工作没认真看，没关系，工作辛苦了。我有看到阿贵的影片哟，阿贵的我他妈痛，阿贵吹我他妈痛什么意思？我快要笑死了，阿贵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我大妈头很好笑，谢谢。那我们要来水果，水果冰淇淋。我手机要快要烫死了。一家看到影片看一下，觉得很开心。很开心，一家的这个企划也让很多粉丝可以参与，谢谢大家一起参与的感觉很棒。妈妈也看了很多次，妈妈也很喜欢哦，大家，妈妈也很喜欢哦。大家午安。好，他鸡肉饭晚安 ，Pat 鸡肉饭晚安，米搜搜鸡肉饭晚安，米五鸡肉饭晚安，阿任鸡肉饭晚安，别人鸡肉很辛苦，对吧？我天哪，我辛苦吗？但鸡肉饭晚安，会员鸡肉饭晚安，飞行蘑菇鸡肉饭晚安，老沙鸡肉饭晚安，两光鸡肉饭晚安，林果鸡肉饭晚安 ，Ben 鸡肉饭晚安，双人火跟双大家。夜空鼠盖交换晚安，我与瑞婷同窗交换晚安，马童交换晚安，天天 boy 交换晚安，呀，滋味，该圆交换晚安，突突突突突突突，蔡亚马旭旭交换晚安，洛瑞夏交换晚安，米超交换晚安。卑微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卑微。我是说，大家想要做什么都没关系，开心就好。不一定要乐器，也不一定要跳舞，可以耍废，耍废也没关系啊。拍手都可以，对啊，拍手都可以。卑微，卑微。没关系啊，大家拍手都可以啊。啊，也不要打扰到大家为原则，不想拍也没关系。噔，好了，那我们要说拜拜喽。五、哦。